我是丰田，我是凯乐，好害羞，害羞，情侣装，耶，我们情侣了。为什么我们穿情侣装啊？我好害羞哦。你私底下真的会这样子吗？不会，完全。你脸超红的。我真的好害羞哦。对啊。我只有学生时期的时候会跟男朋友穿情侣装。这么明显的吗？对啊。我可以了解，比如说鞋子一样的啊，这种。低调的情侣鞋，对对对，这种帽子一样，对，这个太明显了，好浮夸哦，这样走路，走在路上的哦，他们对啊一起的，好疯狂。所以你跟女朋友会穿情侣装吗？不，我真的没，真的没办法，是啊，没有过。女朋友说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也不行，他纪念日哦，好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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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低调，这么明显，真的我没办法去外面，很害羞，害羞。你的照片，神经病哦，神经病不行啊，不穿对方照片的 T 恤不行，真不行，我真的疯子。那这样子条纹可以吗？勉强，勉强。我也会很害怕。对啊，这个真的夸张。好，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先进一下新闻。好，大三元专访场面，我中文不好，冷静。大三元专访场面大失控，张轩瑞被带回进脱裤说出，看一下，看一下。今年最热闹贺岁片《大三元》即将要跟大家见面啦！男主角张轩瑞及主演李佩旭、黑灯、达玉、吴晨阳、娜娜大师合体扫街造势，还抢先接受娱百专访。各位娱百观众大家好，我们是大三元。耶！这么低沉的嗓音啊，这样比较性感。哦，真的吗？哎，今天出现丑了吗？大家好，我是达玉，我在大三元里面饰演的是肾宝菊。耶！大家好，我是海芬，我在大三元里面饰演陆胜宇。大家好，我是张轩瑞，我饰演的是肾小白。小白，瞬间有点冷静。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这是我的痛。嗨，大家好，我是佩旭，我饰演的是天鸟哥，嘿嘿。大家好，啊，不好意思哦，对，我们重叠到你的话，你叠到声音了啊。没关系。大家好，我是娜娜大师，我在里面饰演的是卢锡安。重要。我是吴承友，里面饰演的是阿凯。看看这个失控场面，就知道大三元剧组拍摄期间有多热闹。尤其首次结演电影，就担纲男主角，还要跟大前辈 Ella 配对，不知道张轩瑞 hold 得住吗？ hold 住啊！谁 hold 得住他？那这什么问题？ hold 得住他？我想就要镇定剂才 hold 得住他。Ella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大执行，他照顾全部的人，对。可是莫愁就是控制狂，就比如咔咔。不要气氛，气氛好不好？气氛，你拍到再拍，拍起来。后面那个打开那个北北，我跟你讲，打开，开心，开心大，要真的吃好不好？不要只是在那边碰一下嘴啊，要吃。他是另外一种导演，他是导演，你知道吗？副导，他副导。第一天跟 Ella 拍好像是一个群戏，就是你们打拳击那场戏。就前面在 read 的时候，他就到走快，他说：“你等一下，我就先看这边，然后怎么怎么。”我说：“你干嘛关心我？”除了这样之外，他还是会去照顾，他会一直在观察。对，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演员，不管你的辈分，他都一直在照顾大家，就说：“哎，你这样好不好？跟他打个招呼，跟他怎么样？”他想要让这个工作是一个顺利及融洽的。李长博的角色。对对对对对。除了有 Ella 这位失控李长博，李佩旭也被爆料竟然做了这种事。重点是，你知道在戏里面，戏之外，我们休息室的时候，这个人一直跟我还有徐不凯调情，是你好可怕，他也要帮我拍了一些不适合在节目上露出来，还要看，露出这都是要被批评的。重点就是 Q 啦，你这样一讲就要放照片，对啊，怎么那么傻？请看 VCR。不是，因为你知道哥就是担心你，因为你单身很多年，你现在在网络界的地位就是一直不断的攀升，对，在感情世界始终是空虚的，对，所以我想要用这段影片呢，就是展现你个人爱的技巧，真的很感人，对，我想要帮你就是找到你的另外一半，谢谢，棒哦，我听到。
心。好了好了，我误会他了。道歉道歉。那我道歉的方式就是很好。谢旭哥的用心我们都感受到了，不过这次的角色可是尺度大开，大胆挑战空中瑜伽，好身材大放松，不知道为什么演一演然后就弄大了。对，哇哦，这个于公或于私就是要干就干大了，好不好？真的干大了，是啊，就干大了，太好能干哦。好，我为什么敢出家门，他叫我好好干。这样的一开始有点，我有是比较闷骚的，对他私底下其实也是这种尺度，不是啦，他没有在镜头前面呈现而已，对，不是。槟榔唱王轩瑞开关都被开启，就知道大三元剧组的威力，别让海分放话。我在哪哪很残忍，因为今年的贺岁片我都看了四片，真的大三元。我们没有说别人的不好，而是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可能一下就错在一起。一边用力一边推荐，好不好？一边用力一边。哎，你们还好吗？很久没看到肉体了。他刚刚在八月前面换衣服，八月说好香哦。他是脱光香香机。乱弄！我给鱼百这么多梗，鱼百播我们最怕播半小时，还舍不得插广告。只能说鱼百的观众真的赚到啦，但重头戏还在后头，因为接下来的游戏才是失控到不行。我们要请出我们业界最会打的来，我也是最会吹的，最会打的。那我再来一下，亮亮。等，你们比较喜欢是看他示范打还是示范吹？我们不要就是硬性规定，我们如果可以看他主动吹跟被打，好不好？你为什么？主动在施压，主动在施压，因为他是性质，他是进球，比较幸好就是 bonus 帮他打球，打球不要出来，一秒才放下来的，然后你又接着打，你不要接着打。就要打麻将，过年就要发春联，过年就是要发红包，过年呐、啊，我跟你讲过年。可以做打，其实有些时候呢，朋友会揪你，哎，可能就去唱个歌。那有可能呢，家人呢会说一起吃个团圆饭。哦，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过年的时候就要好好的把握时间健身哦，陪朋友去吃饭，有可能在家嗑瓜子。过年就是要看大三元，过年可以放鞭炮。过年啦！为什么我要有？爱玩吗？爱玩吗？你两个好不好？我去哪里？你往你往上衣脱掉。好，无所谓。贴剪啦，贴剪。哎，贴剪合理吗？因为我是身材很难看的。剪啦！一、二。我们这种荒唐的剧组，对，大三元出场啊，这是三的意思，三，你杀你不能放错地方，要比在靠近心脏的地方，对对对，这样才有心意，这样大三元才走心，对对，哎，你们整个剧组感情好好，我们感情很好，而且我们为了鱼百，你看我们讲了多少别的节目，我们都不讲话，再一次得罪很多节目，不是我们，对啊，不行不行不行，但有点可惜的地方是没有请到。李佩旭，是不是凯儿姐？会吗？为什么会吗？怎么了吗？怎么了吗？凯儿姐不喜欢我这一款的吗？我觉得丰田可能得罪我们三个。对啊，怎么样？没有啊。你这样子不就
得罪他们了，今天是不是？没有没有，是你不开心对不对？我不今天他开心啊，他这么开心啊，你看我跟你穿情侣装哎、欸。啊对对对对对，那当我没事，不要害不要害，今天我们要玩游戏，好玩游戏、哦，要玩什么游戏？麻将吹牛，又要来吹。哦，说到吹，不是那个吹，好会吹啊！海芬姐是不是很会吹？我不太会吹。哦，那但我很牛。哦，大牛啊！麻将吹你会玩吗？知道了，刚刚工作人员有教我玩。可以吗？对，可以的。要赢我们才开宣传，三战两胜。对，电疗惩罚。好，好。电疗我也是被电习惯了。那可以电这边吗？电颜正兰这边吗？他怎么了？我刚看到。他被种草莓这边。不是啊，谁吸这么强是吸尘器啊？我被电卷烫到、啊，你自己卷，嗯，好危险、啊，很笨蛋。所以我跟你说，你以后要卷头发，你就要像凯乐穿这样，高挑穿，保护好，保护才不会烫到，才不会烫到。好、嗯，那你们先派谁？第一位，但是派我派这个，嗯，直接一次就给你口豆，我一次就给你吹到底。很会吹的，吹到底，吹到底。好啊，啊、那我来，我来，好，来来来来，洗牌是不是？对，过年要赢哦，洗牌。过年在家里面，这个时候就可以教大家了。我们的手机，我们在大三元里面就要告诉很多朋友们打牌，你不要以为只是打而已，重点是要排出一些感情，培养感情。对，牌品跟人品其实是有关系的，对对对。所以你看我恭喜你。好嘞。一个人就是拿多少张啊？十四张啊！二四六八十，给他给他时间有限。还有，哎，你很专业的，这个大门开我没有要这个啦，对，一点点，很好。我帮方田看起来，这边十二，没有十四，对。对啊，所以我这边十那个啊，那我们应该在这边。对对对，我们有四张一样，四张就要拿出来，是不是？对。方田，怎么了？你有没有四张？他会。四张要拿出来，四张会打麻将，会，你会打麻将？你确定你会打麻将？但比较会的是日式的。哎，你那个板子要不要我帮你拿？我帮你拿。谢谢谢谢。好，准备好了，准备了。你先。对，三张白皮，我记得四张是。哎呦，加一张，加一张哦，加一张。这个一张是不是真的？你让他翻译是不是？三张南风。哎呦，上你们可以、哦、海芬姐滑头哦。哎呦，这个难抓，看起来怪怪的。两针懒懒懒什么？抓抓下去，抓了。说难，你为什么犀牛说难？要骗呢，因为要吹牛，后机被抓到，还是因为他其实看不懂。我看得懂了，你看得懂，但失败了，我以为。那你全部都要拿走，好，那又换我先，对不对？对，又换你。那这个已经多的，多的掉出来了，多的。没有啊，这全部要拿走，看谁最先出。没有，还是四张一样。哦，是的，是的，那你要打开来。那换我了哈，换你。三张西风，三张西。哎，行不行啊？他真的不太行。两针吸，他真的很傻，他真的很可爱。啊？怎样被撩到是不是？根本没有。高兴。一张男，一张男，加一张，再加一张男。哦，这种时候。你还有就很，你还有再加一张，我觉得，我觉得好像他是不是智商蛮低的？对，这游戏大家是不是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一直玩这个游戏？对，那张他在我们站前面，你转过来点哈，看，板牌给镜头看，让我看，在哪边？三张发财，三张发，三张发，抓。抓！我刚才想说，如果三张发他，我再不抓，他真的脑子有点问题。抓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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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当然，反击了，反击了，嗯，两张狼也可以 pass 哦，抓，抓抓爆他，抓爆他，对啊，哇，海芬姐 cos 也很厉害，三张狼，三张狼哦，嗯，加一张，嗯，加一张。三张北，三张北，干嘛靠北边走啦？加一张，他说一把定输赢，我们现在已经两把了，加一张，加一张，三张西，三张西是不是？嗯，看制作他没耐心，加一张没看到，没看到，加一张，抓，西啦，西啦。哎、欸。
还没继续吗？还没还没，这样已经那个了吗？我还没有脱手，还有三张，所以还不行。脱手，要脱手才赢啊！脱手，脱手会不会太久？欸、没有啊，他先拿回来啊，不就？所以你看到四张没有啊？他这边都是我的啊，都是你的啊，对，这边都是我的了嘛，这边全部都我的了，对，前面吸，没错。来，脱手比较久哦，脱光比较快哦，怎么样？对，谁先？严正兰，为什么换我？好了好了，再来哦，换我先，对不对？对。对。三张男。三张男。三张男，你不太好发音，对不对？加一张。一张呢？两张东。两张东。两张东。加一张。两张东，我出手喽。哦。那抓抓抓抓吗？抓，你自己抓。两完蛋，两张都耶！恭喜，哎呦，花生也可以宣传，对不对？来，先休息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强哦！好厉害哦！恭喜你们获胜了，是你们可以宣传啊，可以宣传。好，我们先宣传再电你们吗？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电我们上面，不会电，不想要被电，是不是？对啊，对啊，对啊。对，好，那我们边贴边宣传，帮凯乐贴一下。是，现在拍，现在拍哦。好，我们这是我们在那个2019年，就是跟大家推荐的首部贺岁非常好看的电影《开春喜剧》，对，没错，麻将多演员耶，嗯。2月1号，二月一号呢？对，没有没有，我们要牵手才会电，因为我们要串联那个电流。全台各大影院都会上映，重点是呢，我们是集合所有非常多老中青三代。谁跟你老中青的？是太好吧，四次如意啊，四次如意啊，已经有妈妈。大三元就三了，好，开三开三，我开三，你们宣传完我们就牵手。好，大三元要跟所有好朋友们说，它是一个真的是第一部台湾以这个麻将为主的电影，然后在里面真的，如果你过年很无聊，这部片会让你笑很久，真的合家观赏。然后最后你会掉眼泪，你为什么会掉眼泪？我先不说，可能太感动，然后就湿了。哎，能不能讲话今天？对啊，多让你多讲一点。嗯，还是你要讲他草莓的事？我没有草莓。好，你讲你讲。哎，然后对，如果那个过年要打牌要赢的话，真的是要来看大三元，里面有很多很厉害的牌技可以学习。对，我真的跟你们保证了，以前花甲我都没有在保证，这部我真的保证。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在得罪花甲的剧组？花甲没有，就是不一样的保证嘛，就是我花甲我都不讲保证，很好笑这件事，因为花甲走的是亲情感情的路线，但这部真的很好笑，我保证真的。而且我在里面有牺牲式的这样的演出。有人要聊到你？有啊有，我都来了，不好意思。你聊你聊，你说谁想看？我演一个不是人的角色哦。那就跟那就是你本人嘛。哎，你演，哎，还没演，全不是人。我这个我这个可以告你哦，这个是。有没有成正？直接他在里面角色多重要？重要就是我们所有的演员，包含陶传正，嗯，大哥，对，你看陶传正已经几岁？快80了，好吧，都要跟他下跪。跪我！你看他的这个角色多好。你演神明是不是？我演的是这个家族的祖先，就是阴魂，阴魂不是阴魂，就是祖先，你们要尊重我。已经挂掉了。他演雕像，他到处出现在圣家里面。陶大哥这样拿香拜我的时候，我当下觉得头有点晕，你知道吗？真的，他是雕像，所以他是我们全剧里面最硬的。都不能动，他是对啊，我没讲错啊。你连我，你连我都要这样子撩一下，你是不是不挑啊，海芬姐？我真的不挑、哦。什么都看到脸色就有点想反胃。哎，可以电了吗？可以电了吗？差不多了。三哦。三哦，不，我真的没必要给你看。好的，真是。你看完我再加强。穿情侣装还要被对啊，好感动、哦！祝大家情人节快乐。2月1号，大三元。哎，没有哎、欸。什么？没有哎、欸，没有吗？只有你，我没有，我没有，只有你，有吗？我没有啊！再一次，再一次，下面手牵着，你们手牵着，你们要牵住，你们要，你们要一直都有，不要一直玩这个，不要一直玩这个，好，谢谢你们，谢谢，三元要支持哦，萧敬腾的新闻，对不起。萧敬腾的娱乐先生世界巡回演唱会唱到了高雄，一开场就先跟大家鞠躬道歉。啊，我不知道怎么说，对，反正就事情发生的很突然，然后，嗯，我自己觉得很尴尬，因为我自己叫你们准时，然后我觉得。
道歉的原因是当天下午4点彩排时，现场 LED 荧幕意外掉落。虽说现场工作人员安全无虞，但要恢复硬体设备，就必须将原定6点半的演唱会延到9点。这个意外让许多从外地而来的粉丝苦恼，因此现场涌入大批退票人潮。不延迟票就是留着的话都可以退票。重点是回不了台北了，明天都要上班，所以演唱会延后没有关系，没有关系。OK， 是永远支持小肖就对了。所幸演唱会9:07正式登场，萧敬腾一开场就爆发力十足，要用最大的全力好好弥补歌迷的等待。萧敬腾，老萧不让歌迷失望，超经典歌曲一首接着一首。
唱会再精彩，还是得画下句点。高晓艺、阿飞的小蝴蝶跟大家说再见。萧敬腾太有诚意，脸上汗毛巾都得用胯下加持。萧敬腾人至潮嗨心情，因为演唱会总算顺利圆满结束。第一次来，然后又给我们那么特别的回忆，然后我们又这么顺利的完成了，大家也所有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又这么有耐心，这么有爱的陪我们把这个演唱会做完，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谢大家。庆功宴上一一向所有工作人员道谢，也替大家压压惊，因为回想起演唱会前的意外，萧敬腾心有余悸。当然想到，我觉得我们在那一刻所有人都可以参加100公尺，我很快就跑了。而这次演唱会的服装造型也引起讨论度，因为每一条裤子都超级合身，让台下歌迷一清二楚的窥探老萧美臀。你的臀型很好看，听说很小嘛，大家都觉得可以跟我讲，所以有特别练臀部是不是？我没有特别练，我真没天生的。不是，我就运动啊，我有在运动啊，但是运动不是说针对臀部在练动，因为运动是我就是打篮球，我也没做别的。所以有人说过你臀型很美吗？这件事？有了，也蛮有自信的。没有，我这没有，我是觉得有时候按摩的时候，那个按摩的人，按摩的师傅会说，他不会这样，他会说很希望他的屁股跟我一样这样，他也不会说。对，用顺利一卷采访报道。等一下有一桌一对死一样神还原，休息一下。学怪没的。一周一 dance， 欢迎今天九令本人。哇，九令 ！Oh my god， 神还原，好酷哦，一模一样，真的还蛮像的。Hello， 我是九令。九令姐今天的口红怎么不是黑色的？因为姐姐说她没有这个黑色的。没关系，我有。不好意思，哦，我卸不掉，你要以为我中毒呢？不行啦，我等一下就要卸妆了。好，不会。今天真的神还原，因为我衣服越来越高级。对啊，厉害耶！这个是来，你帮我拿一下，我要比这个动作。怎么会一模一样啊？那我可以看你的背面吗？背面这句话就是送给丰田的，怎么样？因为我们背面就是有写，哇，好像尿布哎！你干嘛？尿布很时尚，你这小套，所有细节都一模一样，对，因为这是我请专业设计师设计的，他在那边，哇，厉害，才华，非常用心。好，他们要拍你。那我们今天一样要教大家怪美的，因为网络上一直敲完要学这首，所以我就来了。然后因为上次就模仿 No Joke， 又本人跳的还不错，所以点阅率很高，所以今天又要跳这首，这样。好，希望点阅率很高。跳错就擦口红哦。好，那我先请他到旁边，谢谢九令。好，第一个动作，我们今天有8分钟。很像情侣装。我要先示范，今天我们都条纹哦，今天都是条纹。我们今天是有搭配的。好，谢谢你们，先离开。赶时间。你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前面一点。看你挡到我了。那你来前面呢？来，music。听谁说？
快带这个。不是，因为我最近就吃太饱了啦，冬天要储存食物啊。我是北极熊，不是，没有很大吧？我已经，好，没关系，那不是重点。那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的怪美，第一个动作首先要这样子。两个一变叉叉，对，交叉，然后是谁说？谁说？错的，对的，你是破音是不是？对，比较会唱歌。错的，对的，说说美的，丑的，我问我，我这边很快。这个怎么做？这个老师我不会。转圈抬脚，转圈抬脚。老师他做对吗？我先不理他，我先以你为主。站起，抬脚，那看我，听我，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乖妹拍拍，拍拍，对，乖妹拍拍拍，然后那的时候要手是四下，一二三四，拨你的头发，脚也是开，一二三四。抽风，对，有一个搓的感觉，搓上去的感觉，然后再一次，一二三，接下来没有搓了，直接换 O， 然后转你的肩膀，转，二三四四，然后再转，二三转转转手，转转转，定定定定定定，打开，就是一个打开，定定，好，然后会抖抖，对。好，我现在快不能呼吸了，因为我怕我肚子太大，我就一直憋气，对啊，好累哦。难怪你刚刚很喘。那我们再从头讲一次，快的，五六七八，叮当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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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个好难哦。噔噔。我乖妹拍拍啦啦啦啦啦啦啦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咚咚咚咔咔咔咔哇哎你这支舞学得很好哎学得蛮快的你真的是怪丑的怪美的啊是怪美的好不好那我们配置音乐那我想要看丰田自己一个人跳一起跳不行吗？没有一起跳。好，可以啊。加油加油！你要长大。忘记了啦。老师 ，music。动动走。站。看。说。我乖，拍拍。说，很好。好厉害！哦哦，肩膀。拍别。转圈。你这个很棒有进步你这个跳得比史贝修的我还好你应该加入美团的进步好厉害有有进步三个一起跳好好好一起跳一起跳老师在前面一点好好好来咯好老师 music 蔡依林你有看吗对，而且有很多粉丝都会跟我说，因为看了我们的一周一电视，他那个学舞的方式变很快，真的。因为就是有一些细节就会告诉大家，可能有一些有时候没有跳那么完整，因为我本身也是很紧张，所以就会有时候没跳好，但是还是会把尽量把细节交给大家。老师，你发带位置不对，应该要带在这边。不是，你一直毁了我的妆。我们没有了吗？没有时间了，还是啊？可以再跳一次，是不是？那我们两个一起跳。好。好啊。先谢谢你哦。为什么？那老师你在前面。先谢谢你哦。老师 ，music。你跳得很好哎。
你都没有在看我，因为我一直看镜头有拍你，因为他都一直拍你啊。我的特猫，都一直拍你。老婆 love you。好，我们今天也是希望可以大家继续锁定这个，因为听说收视率都很棒，然后大家的留言我都会看哦。如果你喜欢什么歌，都可以尽量留言给我，但我也不一定会跳。他还是有自己的坚持的，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蔡依林，拜拜，休息一下哦，我姐姐，小林，拜拜。娱乐百分百 APP 下载了没？下载娱乐百分百官方 APP， 进入专属休息室，成为独家会员。除了可以看偶像明星私下的不一样的花絮，私藏主持人独家桌布和专属铃声，还可以不定期获得明星好礼，以及享有免费参观录影的福利哦。没错，而且这个礼拜四我们会陆续推出新年的桌布、哦，新年桌布，还有一个那个电子贺卡，电子贺卡，就可以寄给你喜欢的人。第一个新年桌布是丰田的，哇，你们一定要用哦。不然我会难过，拜托，拜托用一下丰田的电子贺卡，还有新年桌布好吗？好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综合新闻，有李圣经化身便当外送员，还有小乐吴思贤化身米奇超俏皮，看一下。我爱你。韩国演员李圣经来台举办粉丝见面会，在见面会之前先举办记者会与媒体见面。大家好，我是李圣经，我爱你。哇哦，늘언제나맛있는음식도많고날씨도너무너무좋고여행하고싶은곳이기도하고요저한테또너무소중한팬분들이계시는곳이어서항상오고싶다라는생각을하고있었는데이번에오게돼서너무너무기분이좋습니다访谈时不断对着镜头比耶或是发送爱心，心情看起来超级好。而圣经还说这次来台湾准备买一堆伴手礼带回家。이번에만약에한글돌아가시면굉장히여행가방이무거우실것같은데요맞습니다그래서반이나가방을비워왔어요그냥일반편의점에서팔던푸딩이있어요근데이게여기에서만팔더라고요근데지금못찾아가지고못사고있는데그걸꼭빨리먹고싶어요而上次圣经来台湾是跟着剧组到高雄拍摄《女王之花》，聊起当时的拍摄心得，圣经还小秀两句中文台词。완벽하게기억하고있어요我非常完整的还记得哟。1년에한50번씩은해보는것같아요好像是一年，好像是讲50次左右哦。제가도시락배달을하는이제역할이어서그때스쿠터연습도하고했었거든요便当外送到了。没有位置吗？感谢大家今天再次使用我们的便当外送，请慢慢享用哦。哇哦，既讲是快乐，不讲是忧郁。炒菜，掌声鼓励一下。小乐吴思贤会联名品牌担任一日店长，一谈到米奇，小乐完全就变米奇脑粉。我不确定到底真的喜欢 Disney 的男生多，我知道很多女生喜欢。对，那我觉得我自己在以男性友人来讲的话，我应该算对 Disney 算热忱度很高的。对。有没有疯狂到真的被女性朋友讲说，哦，你怎么会比女生还这么爱的那种程度？不会吧，米奇很 man 呢。米奇就是讲话声音高了点，但本身是个 man 的吧？你会喜欢米奇的声音？不会啊。2019年全新投入创作专辑的小乐，前些日子才与王力宏合唱，拉粉们肯定都为小乐感到骄傲。那天力宏哥喉咙不好，其实纯粹是他弹钢琴我唱而已。对，那当然很开心嘛，就是自己偶像弹钢琴我唱歌。是有点不太好意思，腿有点软。那因为前年是 JJ 唱嘛，今年就现场突然今年没什么歌手，只好我唱。对，逮到机会偷唱一下，但是是很开心的，因为力宏哥，我从我小时候当然就是一直都听他的音乐，对，从小时候，对，从唯一开始。那时候大概几岁啊？那时候我真的忘记了，但绝对是小学。或更小一点，对。八大采访组采访报道，休息一下，下集要精彩预告哦。
我跟丰田今天好像新婚夫妻哦。很开心，很开心。乐不乐不？害羞、哦。哎，所以日本真的女生都会穿情侣装吗？跟男生？因为我看日剧都有。那个是真的，我在东京看不到，但是乡下来的那种人，就是比较松的那种人会，比如说穿一样的拖鞋，浮夸的那种，灰那个粉红色的拖鞋，还有穿那个灰色的棉裤。所以只有乡下的人会穿情侣装。我的印象是这样子。所以日剧都演骗人的。那个骗人的，因为日本人这么就是腼腆害羞的，不可能这么大方的穿情侣装耶、哦、这样子。好像是哎。对啊。台北会吗？好像也还好、哦、现在情侣装好像不是一个趋势。哦，我台湾有时候会看到哎。你有看到？但没有没那么一样的帽T而已吧。对对对，这种同样颜色帽T或是什么外套或是包包，可是女生就会觉得想要跟男朋友穿一样的啊。这个怎么为什么开心？这样子就会很开，就一起的啊，感觉很像啊，会开心啊。男生不会开心哦、喔。我真的不懂女生，我真的不懂，完全不了解女生这个生物，好可怕。你可以多问我一些问题，如果你想要了解女生的话。你会学米奇的讲话吗？不会啊，这很高就好了。我要米奇来报什么预告？可以，好。明天也是外婆，你要负责的是 MJ16 的编剧片哦。有吗？不是，就是你。是我。就是你。添加，我刚刚讲成编剧片了。